对，今天是初三，然后现在已经初三下午了，然后带阿嬷跟我妈今天来家里附近踏踏青。然后到处都没有，刚到处都没有停车位，现在好不容易停到一个这个小山庄的地方。有点太好了，太阳很热。现在我们要去家里附近有一个小山庄去走走。住在家里那么久都不知道，我们是要往刚刚那个地方，对啊，超远的。我们上次拍到那白鹭溪多漂亮。看到花都会觉得想要拍照，对，这个才杨贵妃好不好？路上看到一只肥猫，七公斤，快八公斤，哇，是哦，这身材很丰腴哦，这只还，哦，你要去瘦身了，干杯，好，好，哇，天哪，会也要跳位啊，哎呀，也要变，这样子跳，对啊，哇，哇，你太胖了啦。你这一张大汉，我这只也过来了，我晒了啊，这只比较，可以就甜，可以就甜哦，啊，真的，哇，还来这福气呢哈，没有，我去外面喂他们，喂一年才带回来，安尼哦，哦，他才比较放心，好可爱哟，我们终于到了，嗯，住在这边也不错。大湖山庄是游客好多哦。对啊，很美。我们回头。好。哈哈长辈特别喜欢拍花，可爱的。兔兔，那个不行，水。这个过年永远都会有这种景象，就是大家都抢着跟花拍照。先热个车。初三的晚餐。吃饭啊？几点？跟家里人关系啊，时间就比较好先说啊。好。我家里。今天来喝咖啡，口味刚吃完晚餐，然后想说来吃个甜甜的东西。我还拿了那个过年期间都很多饼干饼类的。拿一个老婆饼，
咖啡是我目前喝起来最顺的。咖啡跟大豆好像本来味道 mix 在一起就蛮赞的，蛮顺的，大概满分五分，4.5分。很突然的看起了 Michael Jackson 的很久以前的 Super Bowl， 因为刚好昨天吗？对，昨天是那个 Super Bowl 的比赛，都是写 Taylor Swift 跟她男朋友的的一些八卦新闻，然后突然很想要看 Michael Jackson 的。很经典的 Super Bowl 的演出，真的很屌哎！他那个吉他手，给你们看。等一下，吉他手不见了，吉他手在哪？出来！好不见了。哦，这个啦，吉他手也很狂哎，好爽啊！而且刚刚的音乐真的很好听，我现在在看，它这整个真的是又好听又好看，很屌哎！之前前几年我觉得那个谁的也很好看 ，J Lo 跟 Shakira， 跟 Shakira 的。Super Bowl 也很好看，它飞起来了。今天是初四，到山里面有人在吹萨克斯风，但不知道在哪。天气也是超好的。刚从医院出来，然后我现在一个人搭捷运到南势角站，现在在等公车。然后因为我今天想要去烘炉地的那个福德宫哦，幸好是。我今天想要去烘炉地的福德宫拜一下拜拜，对，大概下午4点多，所以等下上去差不多5点多拜个拜，就是今天的初四行程。天哪，我几乎没有怎么来南势角这边嘞，没有想到这几天过年台北怎么车那么多。的时候，自然就已经天黑了。天哪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因为今天是好多人啊。今天是初四迎财神，所以又特别多人。等一下，我来研究一下这边吗？看一下好了。是那个是财神殿，然后我要去的是正神主殿，所以还要再继续爬山。这边有几个土地公，很可爱的公仔。突然觉得这个习俗好可爱。合照一下。没有，平常就有。一直敲门。平常就有了。继续爬。
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自己跑来这里。到底多想赚钱？带水，最讨厌有氧运动。到了，爬到最上面了，最上面夜景超美，给你们看。然后超多人，我刚上来的时候，那个司机就跟我说，因为今天刚好出事迎财神，所以很多人。但他说平常其实就已经很多人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，这个庙叫什么福德的这个宫本来就听说蛮灵验的，然后晚上是就是越晚越灵验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以为我自己晚上上来会有点危险，结果超热闹。好像要去拿香。长安路的观众朋友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。被呛到。好，来哦。好嘞。阿姨，你过来有带电话吗？有。给你啊。是我带的贡品，就是之前去欧洲买的软糖，然后他们说土地公很爱吃甜的，所以我就带了这个来。天哪，我觉得跟其他人的贡品比起来，我的看起来也太少了吧？但是很好吃哦，就是又甜又酸又有糖粉的东西。看过沙门地。真的很像，觉得我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宫，然后拜整套这样子，就是财神的，然后还跑那么远，整个拜拜的过程很像，整个拜拜的过程很像那个闯关游戏。刚刚从上面三支香都已经拜完，然后从上面排超多，排超久，然后到这边。摸那个摸招财进宝的，然后摸土地公，然后用母钱换小钱，然后再去过香炉。拜完了。我以为拜一下很快，可能我真的没想到今天真的太多太多太多人了，超累。然后现在要去那个停车场那边，好像有免费的接驳车，对，不然我想说我在轿车上来，我铁定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再下去。
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好恐怖，超扯，超扯，超扯！天哪，我这个我是在排迪士尼的游乐设施吗？就我现在突然说，接驳车没有了，然后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没有搭到车，然后我现在赶快叫个 Uber， 虽然应该要等超爆久。他们都要收了。老板，老板。哇。哇。整个很多人都没有车可以搭，因为他很突然的就说没有车，说只能走路下去，不可能走那个山路，超陡，而且蛮远的。希望我的车赶快来。我好饿，我现在大概等了10分钟，还没来，因为那个。开车上来其实也是蛮塞的，刚上来的时候很塞。我现在真的好饿，好想要把我刚刚的贡品那个软糖拿回来吃。想再上来，再上来了，爬了差不多半个小时。二月初的那个根本几乎都很可怕，堵着。接驳的啊？他接驳，我本来是排接驳啊，然后他接驳我们排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，然后人太多了，他说下班了，没有车了。那个三半腰到上刚刚那个楼梯那边就半个小时。真的超